今天我们又来吃老豆皮火锅，这是我的最爱。哇！老豆皮，烫火锅的话，它吸满汤汁。这是手工老豆皮，然后一袋是240克，3袋5袋跟划算。说的话，冷水泡2分钟，拿来烫火锅，拿来炒菜，拿来凉拌，切丝凉拌都可以。要放冰箱冰冻或者适口晾晒一下啊。它是没有添加剂、防腐剂的，豆香味浓郁。我经常拿这个老豆皮来炒辣椒，都挺好吃的，炒五花肉这些，炖排骨。鱼子，有点烫。我叫不出这个是什么饼，忘记了。
喜欢手工的这批姐妹们可以看看。